你好，我是 Alex 阿丽。咱们今天的影片呢，主要来讨论一下为何当前的比特币呢一直在画门，那也就是价格上涨后呢再跌回来，那屡次骗炮。 那这背后实际上呢是加密货币市场正在经历的流动性的危机。那我们将结合当前的宏观环境，那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一现象何时能够好转。那也就是狂暴大牛市何时才会来临？那在讲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梳理一下在本月初，也就是八月五号的时候，比特币暴跌的一个原因。那影片的第二部分呢，我们将讨论一下为什么你一定要买入。 比特币以及如何用最少的资金去买入最多的比特币。如果说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先帮忙点个赞，先赞后看，财运不断。好，我是艾利克斯阿利。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的影片，我的。 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那我在电报上呢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就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实现财富自由，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加密货币的行业的博主。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电报群的链接联系我咨询进群的方式。由于电报的骗子众多，我们支持语音或者是视频验证。好，咱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啊。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啊。最近大家也都看到了比特币的行情呢，实在是不忍直视。很多小伙伴们都说啊，这一届的比特币庄家呢，是不是祖上是卖门的呢？那其实呢。 那这一切的根源呢，都是流动性不足造成的。可能很多新手朋友不理解、啊，什么是流动性，什么又是流动性不足？那流动性呢，是指特定的市场上以稳定的价格买入或者是卖出资产的一种难易程度。那交易平台的流动性越高，你越容易以接近你的要价卖出资产。流动性高的市场意味着买卖比特币可以。 迅速、低成本的完成，而不会导致价格的剧烈的波动。那相反呢，流动性低的市场则意味着交易难度较大，可能呢需要支付较高的费用，并且呢大额的交易呢可能会对市场的价格产生显著的影响。我们举个例子啊，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呢是六万美元整数关口啊。那如果说流动性充足，你可以以六万美元的现价买卖。 你手中的比特币，但一旦流动性不足，你可能需要花费六万零一百美元才能买到比特币。那卖出的时候可能只能卖到五万九千九百美元。因此呢，当流动性不足的时候，即使是很小的资金量的，它也会引起市场的巨大的波动。那这正是当前市场发生的事情。少量的资金呢，可以操纵现货市场，从而呢，在期货市场上面获得更大的利润。那于是呢，就出现了拉盘画门的这种现象。 这是典型的低流动性的市场，那市场的价格呢，完全是由期货来决定的。那如果说我们探究流动性差的原因，那罪魁祸首呢，其实是当前的美联储的高利率的政策，而美国经济在高通胀的压力下呢，刚刚有所恢复。那在历史上其实也是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的。那美国在一九七零年代。 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尽管当下的美国经济状况与一九七零年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啊！那一九七零年代的高通胀主要是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失误和石油危机引发的，而当前的通胀的问题呢，则是源于疫情对经济活动的打击。那这也是我们都经历过的疫情期间，美联储的大规模的放水。那尽管， 通胀数据呢有所回落，但消费者呢仍然能感受到高昂的生活的成本。那这是由于通胀的积累效应所致，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惯性。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拉特利指出，那美联储在应对通胀时的动作的迟缓，导致信贷市场无法正常运作。拉特利认为，美联储呢应在今年的九月下调利率，以避免可能出现的信贷危机。他还强调，目前美国经济表现尚可，但如果利率不降低，区域性银 银行呢可能会面临类似呃二零二三年硅谷银行的那种危机出现。那关于是否再次出现类似于二零零八年的信贷危机，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也会专门做一期影片呢来详细的讲解。那大家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目前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呢是百分之五点五，而经历过逝去的三十年的日本的基准利率是百分之零点一，那这就是为一些投机的资本带来了操作的机会，而这些投机套利套息的资金呢，正是今年八月五号日本股市崩盘和比特币暴跌的元凶。 那日元套息交易啊，我们也叫 carry trade，即利用日元极低的利率介入日元，然后呢兑换成美元持有美元资产的这种交易的模式。那这种套利的交易的交易,的交易员呢，也被戏称为渡边太太。那通过 carry trade，基本上可以无风险享受日美之间长期超过百分之三。那最近两年呢，可能是达到了百分之五的这种利差。因此，近年来在海外投资者在日本融资金额为指标的套息交易。 日去活跃，比如巴菲特此前大举介入日元资金，购买日股，那正是因为日元本位融资在主要的这个货币当中的成本是相对较低，那这些大量从日本借出来的美元流入到了美股。 比特币以及房地产的市场，那在这里呢存在一个风险，也就是日本央行加息呢将导致借出的资金呢回流。那七月三十一号，日本央行宣布加息十五个基点，到了百分之零点二五。那八月二号，美国非农数据持续走弱，CPI 呢也连续两个月走弱，市场预期发生了转变，从年内不降息变为降息一次，甚至呢有传言是九月份呢会降息二十五个基点。那市场开始呼吁。 进行衰退的交易，也就是这种被迫性的这种啊降息，日美双方的利差加速了这种。 缩减，那短时间内宏观环境多次发生变化，这也就导致了 carry trade 踩踏的开始。那八月五日当日，日股开盘暴跌，随后带崩了比特币以及美股市场清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市场上呢也是哀鸿遍野。那我相信观看这期影片的朋友们都经历到了。那当时呢，我是正在夏威夷陪家人度假，那消息传到我这里的时候呢，我当天后半程呢，这个心情呢都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么 目前的这个日元 carry trade 结束了吗？那根据华尔街分析师的数据呢，目前呢还有将近一半的 carry trade 没有平仓。那接下来的风险呢，就是在于日本央行是否会继续加息？那尽管前两天日本央行行长表示呢不会再加息，但是日本呢也要考虑到他们本国国内的通胀以及可能加大这种日元套利的压力。 那而且目前呢，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套利呢没有平仓，所以说我们目前需要做到的呢，就是静静的等待宏观环境的改善。那在火车向我们驶来的时候，那最好的方案呢，就是暂时离开这个轨道，而不是继续站在那里。那简单总结一下，那目前全球金融环境都不乐观，说白了呢，就是流动性的紧缩，市场上呢没有增量的资金，那也就不会出现。 狂暴大牛市，什么时候美联储呢将利率一口气降到百分之一左右的时候，那日元对美元不再有这种套息的空间的时候，市场流动性开始增强，那 Q E 开始才会有新的一轮的大牛市。那我猜测呢，这应该会在二零二五年的年初发生。那接下来咱们聊一聊，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应该买比特币呢？那本轮小牛市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大家也都看到了。 那也就是比特币创新高，而山寨币却没有。那这次比特币理论上呢不应该有这种新高的，那仅仅是因为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了，吸引了大量的资金的涌入。那当然了，这里面也包括咱们刚刚提到的日元。 套息日元的这部分的资金的流入，那么为什么这些资金没有去炒作山寨币，而是炒作比特币了呢？那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山寨币的流动性太差，市值太低，大资金进去容易，而出来特别困难。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大资金呢？ 是喜欢这种大市值的币种，那概率上来讲，那比特币更容易被拉盘，所以说我们买入比特币，在概率上来讲呢，更容易获得盈利。那这也是我们一定要配置比特币资产的一个首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比特币呢是高风险的投资品，而山寨币则是在比特币的基础上再次加了一个杠杆。那之前我不理解为什么巴菲特总是说，哎，我看不懂比特币。后来呢，他说比特币是老鼠药。那其实我觉得巴菲特非常谦虚，其实他是看懂了比特币的，那只不过是他的。 风险偏好让他。 避而远之。那因为比特币的风险超过了他的整体风险的管理系统。那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我们的资金量不如别人那么大。那高风险的对立面呢？那我们想到的一定是高收益。那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机会。当然了，目前这个比特币它已经过了最具风险的时刻，也就是过了最大杠杆的那个时刻。那但是我们放眼未来，那看看十年后的情况。那你能想象十年后的比特币价格达到一百万美元的时候？那么现在投资比特币？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我相信一定有人会问，那你刚刚提到了目前不是牛市，而且风险还存在，为什么现在呢要我去买比特币呢？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并不矛盾。那我们看好一个标的的话，是要逐步慢慢的建仓。那如果当前的机会不足以让你全仓投入，那么就要先建仓一小部分。那剩下的资金呢，等待最佳出手的一个时机。而且呢，一定要记住啊。 大跌大买，暴跌暴买，不跌不买的这个原则。那相信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呢，一定能够做到最少的资金买入最多的比特币，让你的投资收益最大化。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说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请一定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不断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给大家。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共同进步，一起发展 p e a c e